啊，各位粉丝们，我是修手机的药香秀，系统必须绑定关掉。然后这是这个广东老铁机修的 OPPO K3，黄某某的啊，然后换屏幕总成啊，完美搞定啊。我们看一下效果，再看一下啊，它换的是品牌组装品啊，因为这个原装的有点不划算啊，品牌组装品啊，效果非常的好。你试试触摸啊。然后图标随便滑啊，看一下，触摸没问题啊，走到滑到哪里走到哪里啊，没问题 ，OK。然后这个也是保资料的啊，资料也保的，换屏一般都是我这里都是保资料啊，还是资料很重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，再看一下它换下来，它这个屏幕还显得衰了，剩两半个了啊。然后手机是黑屏啊，然后这里裂开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两个啊，两个贵州老铁技术的，前两天也发过段子啊，然后自己买的总成就是换了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跟之前、换下来的框啊，它就是我买了后壳总成换了啊，按键失灵，返回键失灵，还有前摄打不开，没听筒没声音啊。看看有没有希望修好，换个电池啊，应该完美搞定了。它这个还是用原来的品，原装总成啊。它这个之前原装总成是屏幕裂了啊，然后背光的有水印子啊，然后我又换了背光，又换了这个啊、外屏啊，本来它就是白色的外屏，然后现在。搞定了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啊，它这个指纹可以用了啊，之前指纹返回都用不了，因为它这个买的这个组装品啊，你看的看的这种组装品太差了，然后还买了好几百，哎，太坑了，被坑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换这种换下来的这种屏幕啊，看上去都非常上档次，看着显示效果就比组装品好多了啊，真的完美啊，然后指纹也可以用，还有这个是小米6进水的啊，也是它的掉水里发现不开机了，现在也完美搞定了，我们可以看看。好，那些打电话都测试了没问题啊，还好它这个背光没问题啊，它这个背光手机进水但是背光还是没进水，非常完美。然后这是也是个广东粉丝机设的啊，啊，广西，这是广西粉丝机设，小米5S Plus 啊，都这些手机都在上面作品都检测过啊，现在都修好了啊，不开机的，也是进水的，经过水不开机啊，现在也搞定了。还有它这个按键啊，这些都没有，我都给它买了，给它装上去啊，非常的完美啊。感谢各位粉丝支持啊，马上给老铁打包发货，双击661，你们要修手机的可以私信给我啊，你们只要寄过来手机，我不管资料再重要，我都会用心把它修好，把你们资料导出来，保住你们的资料啊，双击关注666。